Hello，大家好，亨太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、好味又有营养嘅小食，即刻同亨太买材料先。我而家又去咗铜锣湾时代广场嘅 City Super 啦，呢度咧啲香草咧好抵，我今日要整焗薯，咁我就要买啲番西啦，咁一啱影俾你哋睇。啱啱见到一包呢啲咩女性米啊，唔知有咩唔同咧，食得靓啲咁啊！嗱，記住咧，好多薯仔咧，咁但係焗薯又唔同嘅喎，咁咧佢又寫明咧係焗薯咁樣嘅，咁好平嘅啫，啲焗薯咧幾嚿咧20零蚊咁樣嘅啫。嗱，我整焗薯咧要買啲蒜鹽啦，呢個啱24蚊蒜鹽，係啊，好啦，買咗啱蒜鹽咧，我就想個汁咧有少少黑松露嘅味，我就買啱松露鹽，貴噶。1725啊嚇，買呢啱咧撈落啲 sour cream 嗰度就有黑松露味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可以畢一斤啊，唔係喎，屋企仲有黑松露醬喎。咁你可以畢一斤落去黑松，買啱呢啲都好喎，其實12% 黑松露醬濃味啲啦，就貴啲啦，當然即係貴過5% 嗰啲啦。呢啲1300一樣都係90g 咯。但就相差30蚊咯，咁好買一啱呢個，我唔買黑松露鹽啦，我買一啱呢啲咧，加落去嗰啲 sour cream 嗰度咧，點呢個嘅薯角啦。嗱，我未話佢啲香草咧，好平嘅真係，我揾下嗰個番西先，你睇呢啲13.6咋，你平時喺嗰啲8X 啊、維 X 啊嗰啲咧。好嗰啲咧貴好多，成20幾蚊啊！所以咧呢啲11.幾咋，呢啲多啲啊13.幾。所以我依家要買一盒。你睇上面嗰啲百里香咧，都係10蚊到咋，好平啊！所以 City Super 買呢啲香草係平過兩大超市喺度倒米。唔係，我成日都幫襯嗰兩大超市噶，其實。但系上次我行过呢度就真系平好多，买一盒先，买一盒定两盒咧？一盒啦，一盒啦。嗱，你亦都可以选择咧，佢有一盘嘅，一盘咧佢仲摆低先呢个，我摆低呢啲先啊，攞俾你睇呢个。佢系咧嗱，仲喺啲仲有根未搣嘅，你可以买呢啲翻去就28蚊嘅咁样咯，都唔使攞就买翻呢盒得咯。好，拉翻啲嘢走啦。嗱，咁买咗203蚊啦，最贵系嗰个黑松露酱啫。如果唔系咧，就系30幾蚊啊。行错地方，搞到我。去完 City Super 带大家去 taste 啊。好，买 sour cream 酸忌廉，因为咧佢唔系间间超级市场有。剛才我去了何文田廣場那間 marketplace 是沒有的。 Sour cream 呢通常都是芝士啊、乳酪那堆的，現在就帶大家去了，給人先走了。 OK sour cream 不要沒有啊，大佬終於找到，我死以為沒有啊。低脂酸奶油這些 sour cream light 的買兩兜，咁样就系呢一只啦。OK，Go 俾钱。嗱，头先去 City Super 买嗰啲咧，咪好平嘅，呢27蚊啊呢啲。行完街啦，即刻睇下有咩材料先。嗱，有焗薯啦，同埋其他嘅腌料啦，仲有咧呢个滋味酱啊。头先买嗰个酸忌廉咧，要捞埋啲咩先够好味喺晒度啦。嗱，做法表我哋有中英文做法表喺呢度有晒成分噶啦，大家唔需要留意问我啦。落几多份量咧？呢度有晒噶啦，有中英文，你自己睇或者俾工人姐姐睇都 OK 噶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咧就要擦干净个薯仔个皮啦，因为我哋今日呢个焗薯角咧系会连埋皮色。更加好味嘅薯仔咧，喺泥土嗰度生长出嚟嘅，所以咧你记得咧要擦干净啲皮表面上面嗰啲泥啦。咁我哋咧
預備定一兜鹽水，我哋一間切完個薯角之後咧，就會擺落去浸去20至30分鐘噶啦。你睇翻畫面咧，就睇到點樣去切呢個薯角啦。切開咗一半先啦，之後咧打斜少少把刀咧，喺個邊邊嗰度開始切一刀落去咧。我哋咧半解薯仔咧就可以切到一半咧可以切到四個薯角啦。咁一個薯仔咧就可以整到八嚿呢啲薯角啦。香太嘅食谱咧，通常都会有中英文嘅材料表啦，同埋做法表嘅。点解咧？因为咧，香太咧，拍片之前咧，我咧有时都会去图书馆啊或者书店嗰度睇啲食谱书啦，参考下，攞下灵感咁样。咁咧，我就系睇到食谱书有中英文嘅做法表同埋嘅材料表啦。咁加上依家香太咧拍埋片啊，活生生有呢个片段俾大家睇啦。就算工人姐姐咧唔识煮啊。一睇咧都好容易掌握噶啦。呢排大家一提起工人姐姐咧，头都大埋啊！依家出现呢个抢工人潮啊，因为疫情啦，好多菲律宾啊或者印尼嗰啲工人姐姐都嚟唔到啊，所以咧个个姐姐调高晒啲价钱啊！我喺啲妈咪 group 嗰度咧睇到咧，实在太惨痛啊！祝你哋好运啦，香太就冇用工人连搬啦，感觉开心又舒畅啊，又唔使即系惊冇工人啦。其实咧全职妈咪咧好容易搞掂嘅啫，好多嘢都唔需要担心，冇工人唔需要担心啊！记得香太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。香太依家做家务当做运动都未几开心啊！咁咧，我哋讲翻呢个嘅焗薯角先吓。咁我哋将啲薯角咧抹干净啦，冲完啲盐水浸完啦，就冲翻晒啲盐分啦。之后咧就擎干水抹翻去，之后就落晒所有啲腌料啦。咁咧落几多份量你自己睇到啦，同埋头先做法表嗰度已经写咗噶啦。咁啊，香太依家即刻要同大家讲下呢个薯仔啊，马铃薯有咩营养，食咗有咩好处先。一讲起维生素 C， 大家都会一定想起柠檬、或者苹果先有。其实薯仔都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的。如果你想你的皮肤 keep 住不要咁快老，就吃啲薯仔啦。如果你又想预防感冒怎算啊，吃薯仔啦。如果你不想咁快有高血压或者中风怎算呢，吃薯仔啦。因为薯仔是有很足够的钾元素在里面，可以有效地控制我们身体的血压的。因为有时我们不知不觉有时可能会吃了很多高钠的食物，例如罐头食物、午餐肉、香肠、火腿那些全部都很高钠的。所以你一定要吃一些高钾的食物排一些钠出来，你的身体才不会那么容易高血压或者水肿。记得记得了。我们现在看一看画面，我就落紧油下去的，你就不要落那么多啦，但如果你想脆口一点就落多一点啦。如果你不想那么肥就落少一点，就没那么脆的解啦。那有得有失啦，知不知道？那我们就将它捞匀晒之后，落埋啲番西，之后一阵拿去200度焗它15至20分钟就 OK 啦。你焗完15分钟看看它脆不脆啦，不脆就焗多5分钟，焗20分钟，因为每个人的炉温都不同。同埋这个酸忌廉酱呢，好味，一定这个焗薯角配这个酸忌廉酱是超好味的，不能缺少下。好，我来讲回薯仔先，还没讲完的。薯仔呢，它除了有维生素 C， 它还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B1、B2、B6 等的维生素 B 集的。还有呢，薯仔呢它含有大量的优质纤维素，便秘的朋友呢吃些薯仔呢都可以帮助你的。除了咧纤维素之外，它还有微量元素啦、氨基酸、蛋白质啦，同埋优质的淀粉等等嘅。所以咧，食多啲薯仔咧，我哋身体健康啲，同埋咧老得慢啲啊，抗衰老啊，薯仔简直系可以。嗱，呢个酸忌廉咧，落啲盐啦，蒜盐啊。如果你冇蒜盐，你就落盐咁样咯。咁但系咧，如果有蒜盐咧，就野味香啲嘅。咁如果你唔落黑松露酱都 OK， 因为其实都几贵嘅啫。或者落黑松露盐咯，咁就唔使落蒜盐都 OK 噶啦。咁咧，我就分开两兜啦。你见到我咧捞之前咧，我滗起咗啲冇 mix 咗、未捞埋嗰啲黑松露酱嗰啲拎咗出嚟先。咁可能有啲人唔中意啦。咁我就所以分开两兜啦，咁大部分人都中意啦，黑松露酱就太好味啦，咁呢个焗薯焗完啦，好香喷喷，同埋好脆薄薄啦。
香太咧最中意咧同大家分享啲容易整又好味嘅食谱噶啦，希望你中意今日香太分享呢个香脆焗薯角啦。最尾嘅又系拉客嘅时间啦，欢迎你嚟立即订阅香太嘅免费频道，记得揿埋钟仔，一有新片咧就会通知你噶啦。仲有啊，嗱，香太有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， 有时咧我会 update 啲生活片段上去嘅。有时可能香太去完街啊，影咗张相啊，同朋友出去食饭，或者我突然间今日煮咗啲咩餸啊，你可以上去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嗰度咧，就睇到香太有啲咩灵感俾你哋噶啦。拜拜。